小伙伴们，大家好！韩国语实用生活口语第66课，我们现在开始。他完全不撒娇。그녀는애교가전혀없어요。그녀는애교가전혀없어요。그녀는애교가전혀없어요。喜欢爱撒娇的女人。애교가많은여자가좋아요。애교가많은여자가좋아요。애교가많은여자가좋아요。不是男朋友，只是搞暧昧的关系。남친아니에요。그냥썸타는사이에요。남친아니에요그냥썸타는사이에요남친아니에요그냥썸타는사이에요只搞暧昧，什么时候谈恋爱？썸만타고옛날는언제해요썸만타고옛날는언제해요썸만타고옛날는언제해요比起外貌，性格更重要。외모보다성격이더중요해요。외모보다성격이더중요해요。외모보다성격이더중요해요。那个人就是我的理想型。그사람이바로제이상형이에요。그사람이바로제이상형이에요。그사람이바로제이상형이에요。现在比起花美男，暖男更有人气。지금고미남보다훈남이인기가더있어요。지금고미남보다훈남이인기가더있어요。지금고미남보다훈남이인기가더있어요。外貌美丽的男子是花美男。외모가아름다운남자가고미남이에요。외모가아름다운남자가고미남이에요。외모가아름다운남자가고미남이에요。他主要和年下男谈恋爱。그녀는주로옛날남이랑연애해요。그녀는주로옛날남이랑연애해요。그녀는주로옛날남이랑연애해요。我女朋友比我大三岁。우리여친이세살연상이에요。우리여친이세살연상이에요。우리여친이세살연상이에요。小伙伴们，每天坚持一点点，进步一点点，我们下期见。